这样子，好，到那个窗后面的话，就是扁平吊杆，这样。然后再移过去。把这个中间这个孔对准产品的中心位置。它这个其实就是最右上方的那一个。这样就好了，把那个按顶子油杆下子，好点，降下去，再退出，简直快射死了，我简单复制，这个原点就出来了，从这个点到这个点，这两个产品的同一个点，X 间隔100cc， 数量是这个，是零的话它运行不起来。压紧就好了哈，然后不要碰到产品，不要碰到产品，然后压紧就好了。开始。对。退出，半自动关，现在是开。对，半自动开。半自动打开。然后这样子。停止启动，按住。把手动打开。对。调试。我压下来。没有压到产品就是正确的啊。
对。退出。换自动或者自动都可以。换自动开。开那。然后就继续，一直继续。半自动是按一下，出来那个拆一下啊。